原标题离婚两年多未见新对象，撕累了透露理想老公类型，撕累了接受爆红博主采访。博主放出与 Selena 的视频搜狐娱乐讯，据台湾媒体报道， Selena 与前夫张成忠离婚两年多，身旁未见有新的对象。不过最近她找到新的理想老公目标，那就是要找像一名爆红博主李克太太的老公一样的类型。近来爆红的职业博主李克太太，大家常会在影片中见到她的老公李克先生，从俩夫妻的互动中常会见到李克先生总是很听李克太太的话，但有时也会微弱的反击一下李克太太。而李克太太14日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分享一段影片，原来她最近访问了 Selena， 更开心透露 Selena 之后找对象会以李克先生为范本，让李克太太炫耀表示今晚要含笑入眠了。而 Selena 也表示看到李克先生本人真的可以拿来当范本，网友还纷纷向李克太太建议。